这里的水是，哎，本来无一物啦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这个之后就惹尘埃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，你挖了水池就惹尘埃，本来它是在地底下，它们之间就是水不会渗进来，啊，结果它们可能地下水什么水它不知道，那这样你挖了这个水之后，刚好就是这个地方，那如果说这个是一个井，那干脆哈，就把这个东西就装到上面去，就正变成一个天然井，就可以自然的吸收。洗手台也好啊，你看它现在那个水一直渗进来，这里的水不是从这里渗进去的，你今天积了这么多水不是那里积的，你看那个水是哪里的，我看那个水故意把那条堵，没有，你做道路本来就应该有数据的功能，因为水沟的水已经排完了，没有那么多的水，这要查一下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哈，不是，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说，你可能已经截掉了它本来的这个底下的那个叫做水路，这本来给它各种一挂的那个水路，你现在把它截断了，它各种水都跑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你看那里怎么有水？好，这边的水应该从道路那边，不然他们的排水系统就不晓得那边有状况，还要再查。等一下，那个。我们也请里长哈、哦，蔡里长表示一下意见啊、哦。来，大家我们的居民要运动的。来，我们今天是一个冲干。大家，我讲话大家，他们要表达，跟我讲。好了，各位，来各位，我们就看着这边，大家先肃静一下哈、哦。我们也请蔡里长来表达一下意见。那、我们都尊重的方式，我们先请蔡里长来表达一下意见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谢谢各位乡亲的关心了、啊、你就让我讲完，你们要讲的再继续。好，没问题哈、哦，我们就这样子讲。第一个哈、这个可能很多老，我是天天来，那时候就在红砖的时候那在做红砖的时候，在做红砖道的时候，因为计划道路盖好了，我讲事实，计划道路盖好了以后，计划道路以后，那个大雨还不是大台风哦，水就那个是那边有一个集水区，有一个阴井集水区哦，各位可以去看。后来那个集水区就是倒灌，好、哦，那我就赶快通知那个施工单位工人出来、那工人就有照相，我现在讲的是事实，哦，这是一个，因为有很多老人，是你在讲啊，你让我讲完嘛，那先让你也有照片嘛，你让我讲完嘛，等一下你讲我也不会插话，好不好？先你讲话我绝对不会插话。那个计划道路盖好以后，那个水在倒灌，哦，水倒灌有一些那个派啊，哦派啊，欧力上在这边，他们也知道嘛，哈、哦。万一要倒灌以后，那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里长一个很卑微的想法，不管是议员也好，市政府也好，他们什么公法他不会通知我。议员也好，那个市政府公园处也好，你们用什么方法，只要保证不淹水，哦，为了民众的安全，对，因为好不容易用了红砖地，对不对？这是事实嘛，哦。我就这种想法，就是为了居民的安全来这边享用的人，你不要你用什么公法没关系，我们里长就代表大多数的人，就是说你用什么公法没关系，你就是保议员也好，市政府公园处也好，我们就保证居民不要再淹水，不要再有危险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哪可能淹水啦？你妈我袂讲，叫你们都无淹水，你讲淹水，奇怪呢？你讲诶，这哪当时淹水啊？我跟你讲，淹水吗？他们讲话哦，要尊重。什么叫尊重？是你们乱讲话！尊重自己这边影响作业。我今天一直攻哦，我今天一直攻。尊重，你在这里好意思讲尊重？你二级苦力怎么不尊重李明航？你问公园处来做有没有盖章？你可以问公园处哦。大家尊重一下嘛。好，我的讲法你对没关系嘛，你可以发表。啊，你卖讲你胡白讲了。你要有修用一点哦，以后要做什么要更具名上。我先讲一下哈，什么事情要更具名上？我来跟各位讲，公开回填就好了嘛。来，请大家让我讲两分钟哈。我有两分钟，我先讲后上，好不好？金大同啊。我先讲，大多是我跟你讲的呢。大多是我跟你讲，真大哦。你还有脸讲大多？可以走吗？可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是这样走啦。不要这
在胡扯啊！大瓜，大瓜，要脸，真的是厚着脸皮。是孔子是你叫他用的，是我叫他用的。厚着脸皮在那边讲话，这样啊，大瓜，几杯半？几杯半？大瓜，大瓜，几杯半？大瓜，大瓜，几杯半？大瓜，大瓜，几杯半？大瓜，你说什么功法你都能够接受？错误的功法你能够接受？不用帮我们李明把关吗？不用帮我们李明把关吗？乱搞！大多，好意思，要脸，直接乱搞，在这边大多，直接开工掉，佛多，心中是佛，看人家是佛，乱搞，你现在扯佛了，哎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现在什么功法都可以，开工，不用把关，你要朱祁哦，不用给我来呢，啊，因这阵，我的民众，我都没贡献，哎呦，还是你叫来的，是你叫来的，是你自己自来的，想讲。上个大声啦！你看上个大声，然后来，我拜你酒，我拜来。啊，让人很生气。我唔想来，胡说。我这里是讲，大官都讲得出来。哎呀，你讲有道理。胡说八道。哎呀，你讲嘛，你有公正公道话嘛。各位，怎样嘛？你明仔去用台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有倒换，哎，对对，叫倒换吗？你这都只有这么问哦，你好好听，这里边没有这么问哦。哎呦，你明仔倒换，现在我听不到你讲。是这样，哇，这个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啊，也是我老公跟他讲的。小声一点，人家那边在讲话。各位，来，现在进来讲啊，现在来讲啊。来，我来讲一下好不好？恁大家小情况，我来讲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好，胡说八道，好来，各位。